袂爱拄阮爸的手插来啊，啊咱做大囝啊，啊咱身上爱甲接伊一个迄落啊，啊剩的阮内底兄弟也无通接啊，都我一个尔。老伙仔迄阵是咧做，咱就伫边啊下课就对咧做啊，啊做了，咱就剩我娶某时阵，唔敢出来家己算，家己出来拍拼就对啊，家己出来开一间啊。啊，较早咧做偌久，老伙仔就转去啊。咱来遮嘛是设计相片啊，要加同款咧制作啊，结果环境的问题啊。哦啊，外口你啊看这路啊，加一波火鬼都遐大只过啦。啊，你乡皮底下也无迄落啊。啊，你设计楼顶设计安尼，迄阵阮爸搞设计安尼，迄阵嘛唔对啊。你做做要搁旁边，你咪讲揢几家啊，就要揢伊。哎，起做个拢用一个，像咧咱脚桶有无？哎，捧起哩个，啊，设计安尼就无通啊，所以唔敢即马拢用大钢，啊，了家己夹去用大钢安尼。因为较早正台湾手工做啦，想看几，较早十几年进前，拢台湾无咧进口的啦。即马互进口的哩吧，你看介绍弄甲安尼，啊，咱台湾是变哪讲迄落啦？啊，咱伫台湾做个成本也悬，啥货都悬。恁台了一个村，啊，毋是做乡干，毋啥一个无用商，二百伊嘛是咧卖，嘛是咧了。啊，所以咱利润较会好。我希望吼，大家大众吼，会使尽量用咱国货，吼，卖使用进口，较袂讲吼报道讲啥物，因有毒啦，啊，点啥有毒啦，吼、哦、来妨害着咱诶，这个啥？要跟着咱台湾各地的乡吼，会有这个问题啦。